好，我是妹，欢迎再度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上个月呢，我 PO 了在家里用哑铃练的20分钟居家虐臀组合，下面就有不少网友留言说，妹，你能不能也出一集针对上半身，例如说胸肩背的一个循环，让大家可以上下半身交替着练。没错，女孩今天就是要来回应你们的需求。今天的影片呢，会带来的是将近要半个小时的针对我们上半身有肩背胸的循环组，让大家一次把我们的上半身练完。那这套训练呢，会需要你准备一对哑铃，这个哑铃的重量呢，可以依照你个人的状况去做调整。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准备开始跟着我训练吧。这组训练的每个动作做40秒，休息20秒。准备好就跟着我开始吧。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哑铃肩推，一手各握一个哑铃，先从肩膀的两侧抬举至头顶上方，下降的时候吸气，上来的时候吐气，请将意识集中在你的肩膀，不要刻意的耸肩，保持你的呼吸。我们还有最后的15秒。稍微喘息一下，待会我们要做的是哑铃前举与侧平举的一个变化动作。一样，一手各握一个哑铃，先往前的平举，再往侧的平举，轮流重复动作。那一样在过程中呢，请不要刻意的耸肩，把肩膀下压，上台的时候抬到水平的位置，慢慢的下降，把你的意识集中在肩膀，已经感觉到肩膀开始有点炸裂啦，加油，我们还有最后的10秒。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哑铃肩环绕预备动作，我们的哑铃先从下方环绕至头顶上方，那手肘并不会刻意的弯曲，你可以微微的弯，但是也不用刻意的打直，最主要是在过程中呢，也是保持肩膀的下压。用肩膀的力气将哑铃带起，核心也会出力哦。上台，并慢慢的控制肌肉下降。加油加油！最后的5秒，4、3、2、1。让各位休息一个30秒，你非常的棒，肩膀的第一组已经做完啦，待会这个组合我们还要再重复做第二次哦。一样，我们会先从哑铃肩推开始，再让各位稍微喘息一个10秒，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咯。拿起你的哑铃，我们来一起面对它，慢慢的举至头顶上方，控制肌肉，慢慢的下降。上来的时候吸气，下降的时候吐气。这个动作其实你也可以用坐姿的方式去进行，核心腹肌的力量也会同时的出力。最后的15秒，加油加油！非常好，下一个动作还记得吗？前举与侧平举的一个变换动作。
准备开始。我们的哑铃先往前，再往侧的平举。动作过程中，注意你的肩膀不要有高低肩或者是耸肩的问题。运动过程中，把你的意识放在肩膀，不要用身体来晃动代偿。加油！我知道你的肩膀已经快炸裂啦，十秒，非常好，请你坚持下去。五、四、三、二、一，哇！最后一个动作，哑铃的肩环绕。再让各位稍微喘息一下，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喽。哑铃先从下方慢慢的上抬至上方，肩膀都是一直呈现下压的一个状态哦。特别是在下降的时候要控制肌肉。我知道这时候你的肩膀已经觉得天哪，快撑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十秒哦。动作不用求快，在下降的时候更能感受到肩膀的收缩。太棒了，我们的哑铃炸肩组合已经结束了，为您感到非常的骄傲。接下一个组合，我们要来炸胸啦。请各位呢，先帮我躺在瑜伽垫上，两脚弯曲，与地面约成垂直的一个角度。那我们的哑铃先从我们的胸部两侧垂直的上抬，那背部与地面是保持一个平坦、胸部打开的一个状态。下去的时候吸气，集中胸部的力量，手推出的时候吐气。那注意你的手肘与你的身体大约是呈45度角，如果太过度的外开，请注意要将你的手肘稍微的内收哦。保持你的呼吸，加油，集中胸肌的力气。五、四、三、二、一，非常的棒。稍微喘息一下，待会我们要做的是哑铃飞鸟。飞鸟与胸推比较不同的是，我们的手肘会是一个比较伸直，但是又有一点微弯的一个状态。待会我们从上方直接的打开外展至我们的胸部两侧，两手可以顺势做一个转体，再用夹胸的姿势夹回去，一样把我们的意识放在我们的胸大肌。下降的时候会感觉胸大肌有被拉伸的一个感觉，集中那个意识拉回来，非常的好。最后的15秒，一样下降的时候吸气，夹起的时候顺势吐气。下一个动作呢，会是我们的哑铃窄握胸推。那这个动作比起前面两个动作更能针对到我们的胸肌的内侧，也就是我们乳沟的部分啦。那待会的预备动作，我们先将两手的哑铃把它靠近并固定在我们的胸部的内侧，再顺势的抬起。那一样过程中，我们胸部打开，下去的时候吸气，上推的时候吐气，非常的棒。那我自己的话，视线呢，我就会朝我的胸部看，让我的胸肌的感受度会比较好哦。哑铃如果会晃动的话，请你用核心的力量去稳住它。最后的5秒，四、三、二、一，太棒了！
这个哑铃的炸胸组，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用自体负重的动作，也就是跪姿的伏地挺身。两手撑地，呈现一个跪姿的状态。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你的肩膀跟胸部都已经非常的酸，所以呢，这个动作是我们的炸胸组的最后一个动作啦。下降的时候，你的背、屁股跟腿尽量呈一直线的下去，核心一直保持收紧。下降的时候，手肘不要太过度的外开，稍微的内收。推起的时候，用胸肌跟肩膀的力量带起。非常的棒，你已经完成我们的炸胸组的第一个循环啦。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会休息一个30秒，我们等一下呢会从我们的哑铃胸推开始哦。第二个循环准备好就跟着我开始吧，一样我们先从哑铃胸推开始。下降的时候吸气，把你的胸部打开，推上去的时候吐气，非常好，将意识集中在我们的胸肌。我们动作不求快，把每一个动作做完整与正确。10秒，9 8 7 6 5 4 3 2 1，非常的好。下一个动作，我们要用哑铃飞鸟来炸裂我们的胸大肌。从上方慢慢的下降，下降的时候胸大肌会感觉到被伸展打开，集中并夹起，夹起的时候顺势吐气，维持你的呼吸。动作我们一样慢慢来，最后的20秒哦。我自己也感觉到我的胸肌已经快炸裂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哑铃的窄握胸推。的哑铃先帮我固定住，从胸肌的内侧垂直的上抬，下降的时候吸气，推起的时候吐气，过程中意识要一直放在胸肌。如果哑铃会不稳的话，请用核心来固定。9 8 7 6 5 4 3 2 1，太棒了太棒了，但是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啊，加油加油，稍微让大家喘息一个10秒。跪姿伏地挺身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先把我们的预备动作 ready 好， GO。来来来，我们有最后最后的30秒要一起度过，用我们的跪姿伏地挺身来完成它。妹的表情已经非常的痛苦了，你们能感觉到我吗？ Focus focus， 不要在这个时候就放弃咯，我们一定要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啊，最后的10秒，哇！
四、三、二、一，太棒了！哑铃练胸的两个循环我们都结束了，那下一个来到我们的练背超级组，大家准备好了吗？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先从哑铃的躯体划船开始。我们先让上半身前倾，将手臂自然的垂放，哑铃从最下面拉到我们的靠近腹部处，让我们的阔背肌先完全的伸展，再拉起。动作过程中，请不要刻意的晃动你的身体，这样很容易用其他的肌群来代偿哦。将你的意识放在你的阔背肌，下去的时候延伸，上来的时候收缩。下一个动作呢，我们一样维持在刚刚上半身前倾、屁股后推的一个姿势。我们要做的是哑铃的反向飞鸟。这个动作主要是针对到我们的肩膀后侧，也就是后三角的位置。我们的哑铃呢，先自然的从我们的身体下方，顺势的抬举至我们的肩膀两侧。那请在过程中保持一个上半身并不会刻意晃动的一个姿势，让你的意识呢能集中在我们后三角的收缩之上。加油加油，最后的十秒。下一个动作是哑铃撑地的单手划船，会稍微有一点挑战度。我们先将握哑铃的双手撑地，以一个平板的一个姿势，将下方的哑铃拔起至靠近腹部处。动作过程中要一直用核心来稳住我们的身体，所以你的腹部也会感觉到快要炸裂了。拉起并慢慢的放下，加油，最后的15秒。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难，你可以用膝盖来靠着地面作为支撑。最后的5秒，3、2、1。休息好了吗？待会第一个动作，我们一样是从哑铃的躯体划船开始。屁股向后推，上身前倾，把你的哑铃从下方拉起至腹部处。拉起的时候，使用阔背肌，并慢慢的下降，感受到阔背肌的延伸。拉起。身体不要太过度的晃动，将你的上身一直固定在那边。最后的15秒，5、4、3、2、1。下一个动作呢，会是我们的哑铃的反向飞鸟。一样维持在刚刚躯体划船的姿势，准备好了就跟着我开始吧。哑铃从最下方像鸟一样的上抬至我们的肩膀两侧，
整个身体是一直维持着固定不变的一个姿势，将你的意识放在你的肩膀后侧，也就是后三角的部分，加油，最后的15秒咯，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一定要相信自己。7 6 5 4 3 2 1，下一个动作还记得吗？会是我们带有一点核心腹部与背部的力量结合的撑地划船。一样，我们先从一个类似平板的一个姿势开始，轮流将我们的哑铃拉起至靠近腹部处，核心会一直保持出力的状态。拉起的时候用阔背肌，加油，身体也不要太过度的晃动哦，用你的腹部来稳住它。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要坚持到最后一秒。8 7 6 5 4 3 2 1，太棒了，我们休息30秒。接下来会是我们今天训练的最后一组动作，会是结合上半身与核心的4个动作，每个动作我们会做30秒，中间是不休息的，最后的2分钟我们一起撑下去好吗？第一个动作会是我们的平板爬至撑轴的一个变化型，我们先从站姿慢慢的爬到一个平板支撑的一个位置，两手轮流的点地并撑起，爬回站姿的位置，再重返这个动作。5 4 3 2 1，下一个动作呢，我们会是一样有点像平板爬的动作，但我们不用站起哦，爬到一个快要碰到脚的时候，用你的单手来碰对边的脚，这两个动作都会很仰赖我们的上半身，我们的上肢与肩膀的一个支撑的力量。下一个动作呢，一样会是我们的跪姿伏地挺身，但是带有一点变化型，推起的时候帮我做一个碰肩膀的一个动作，你这个时候的表情已经非常的痛苦，几乎快下不去了，但是我要你们跟我一起撑完好吗？最后的10秒，8 7 6 5 4 3 2 1，最后今天这组训练最后一个动作是我们最基本但是也非常有效的平板撑轴，我们还剩下20秒，请帮我撑在那边，你的屁股不要太过度的抬起哟，核心收紧，保持你的呼吸，跟我一起倒数好吗？10 9 8 7 6 5 4 3 2 1，太棒了！有人跟着我做完了吗？天哪，我现在整个上半身在抖的，真的不要小看这一组训练，你们就是上半身超炸，不要觉得说还可以再倒转回去做第二个循环，因为一个循环就已经够了好吗？我为你们感到超级骄傲，如果你有完成的话，在下面帮我按个赞，留个言，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